大家好，我是王石，今晚生鱼对决，我们开始吧。然后，我们先把任务解一解。小恶魔军团，上次玩到哪边呢？狂战骑士白族，我们现在来玩德鲁伊号，今天玩德鲁伊号。那我们今天一样会介绍一支卡片啊。那接到哪边啊？荆棘玫瑰。好，今天跟大家介绍愈合。那这一张呢，也是我们没有治疗生命的魔法，只有提升治愈能力的巫术。那这一张呢，可以让我们指定的我军呢恢复生命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玩这个德鲁伊哦。然后这边，我这个工会好像没什么人呢，天啊！好，欢迎加入我的工会啦。我们今天就来玩了。哦，470分。这个是装置卡，你们要自己辨别哦。你可以给一个金结，前方一个神龙，拷贝呀。先把他们还起来。那个闪电娘，喂，敢堵我欸？这不用紧张啊，这个一个生命之母盖亚。没关系，跟他换。左边放水龙。换不太起来。这对手卡片太好了。可恶！哎呦，烦死了！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太强了。可是他还是没有全攻略啊，因为我还剩一滴。感受需要配皇室战争的玩法，比较玩得起来。他冲过来也没用啊！我认为一直死守这边，他们也没办法。传说中的死守流吗？
所以其实是越多是在线上越有优势啊，你知道吗？他的演算其实是这样，但是我前面输太多，后面挂了。好，有兴趣的观众可以来玩，然后欢迎加我公会。我们今天的声音对决就玩到这边哦，这是一个不错玩的手游。好 ，see you， 拜拜。那你们有一些钱，你可以去抽一些东西。哦，对，我们再去收礼包。那像我们昨天有抽这个三阶的礼包。那这边你看一下，这个是 SR 的秘法书。哦，你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个三阶红莲冰晶的秘法书里面的一个奖励。好啦，拜拜。